咁咧，圣经点样恩典推动咧？神系用佢嘅爱嚟推动我哋，佢嘅接纳推动我哋，关心我哋，应许佢。佢呼召门徒都有应许嘅，你要得人如得鱼一样，佢应许佢哋，佢供应佢哋嘅需要，预备为佢哋预备道路、预备方法、机会，有计划去祝福佢哋，有赏赐嚟到激励我哋。嗱，仲有更多嘅，不过我举一啲例子就系话咧，神用呢啲方法、各样嘅应许嚟到祝福我哋，激励我哋做咩咧？就系信靠、爱、亲近、遵从同埋侍奉神。呢个就系基督徒基本上嘅责任啦，就系亲近、信靠佢，又爱佢，又亲近佢、遵从佢同埋侍奉佢。嗱，譬如呢个经文讲到，原来基督嘅爱激励我哋，系基督嘅爱激励我哋。所以我哋想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就系话耶稣咁爱我，我就乐意去侍奉神，因为神嘅爱嘅缘故。呢个就系讲到爱嘅激励，平衡恩典同律法被恩典推动，唔系活在压力之下。咁有几个重点啊？第一就系圣经用恩典推动我哋去爱、亲近同埋遵从同埋侍奉神，用恩典推动嘅。同埋神希望我哋享受佢嘅爱嘅，活得轻省，亦都能够叫我哋轻省平安嘅。嗱，大家应该好熟悉马太十一章28到30节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呢个第一次讲到安息，然后咧，佢就话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嗱，两次讲到安息，大家可唔可以讲出呢两次安息有咩分别啊？俾大家谂一谂啊！第一个就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第二个安息是什么呢？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有没有人可以讲出个分别？大家不要介意，就是可以回应的。是 OK， 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怎样第一个安息和第二个安息的分别？系啦，系啦。第二个就系要做谦卑，要做柔和，然后你先至可以得到。OK， 嗱，嗰度系耶稣话我心里柔和谦卑，跟住你哋做咩咧？负我轭，学我嘅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咁啊，负耶稣轭即系点解啊？系啦，即系轭咧，就系啲牛啊嘛，耕田啊嘛，拖住嗰个轭，拖住个犁啊嘛。咁父耶稣轭即系点解啊？系啦，侍奉同佢一齐，系父耶稣轭同耶稣一齐做，学佢嘅样式系咩啊？个生命啊，生命啊，系咪啊？生命同埋侍奉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咁样咧？我哋就能够喺生命里面享受安息、哦。咁呢个两个安息边个大啲啊？劳苦担重担嚟到我度得安息。第二咧就系学负我轭，学我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边个大啲啊？第二个大啲啊，心里啊，系啦，讲到深层一啲、哦，系咪啊？然后跟住耶稣最后讲句咩啦？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咁有啲人话唔系啊，唔容易啊，唔轻省啊，好重啊。点解会耶稣话容易啊？点解容易咧？耶稣帮你担。系啦，冇错啦，系耶稣做嘢。嗱，我哋传福音嘅时候，耶稣讲话：你去收你冇，你哋冇劳苦嘅。记唔记得耶稣讲呢个经文啊？你哋去收割，你哋冇劳苦过嘅。边个劳苦啊？系神感动人啊！你去传扬，神就会做工啊！所以我哋做咩侍奉都系神做工嘅。咁嘅时候咧，我哋就唔需要孭住重担。不过有好多人话真系侍奉好难嘅、哦，点解你讲得咁容易咧？个问题就系我哋有冇学耶稣嘅样式？因为有好多人侍奉系点咧？系学人嘅样式。是咁做，好似女仔咁做。我哋应该学耶稣。耶稣系点咧？耶稣完全轻省嘅，
就算啲法利赛人喺度攻击佢，周时坐喺度听到噶，佢照讲啊。嗰啲法利赛人攻击完，佢又照讲照讲，佢唔计较佢哋啊。即系话咧，耶稣佢知道人嘅唔好，佢唔会孭住呢个担子，佢知道神会成就佢工作，所以我哋都可以嘅。所以喺神里面点咧？神系轻省嘅，神想我哋轻省，神会负责。只要我哋有神嘅生命，你充满神嘅喜乐、平安、动力，自然就会影响到人，人就睇到我哋嘅生命，佢就会被吸引，亦都教导佢行神嘅路一定蒙福嘅。犯罪一定有破坏性的，神好锡你，你好宝贵的。嗱，呢四个动力：第一，你神好爱你；第二，你系好宝贵；第三，你信靠、亲近、遵从、侍奉神，一定蒙福；第四，冇侍奉、亲近、遵从，犯罪一定有破坏性。咁嘅时候，你想唔想你嘅生命蒙福呢？你睇到神咁真实，咁多证据，咁多人经历神，你想唔想呢？所以侍奉系可以轻省嘅。点样轻省呢？当你有这个生命，也都被人看到神的美善，又帮他经历到圣灵，哇，可以经历到神，那他们呢自然对神的心呢是会加强的。好了，第三了，圣经都提醒我们不要犯罪，还有去遵从和侍奉神，这个是律法了，就是说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去犯罪。又第四，神欣赏我们为主做任何的小事，所以我们可以轻松喜乐地遵从神。这个就是四点，就是说恩典推动我们去遵从，神想我们享受的，轻轻松松的。圣经提醒我们不要犯罪，然后呢，我们做什么小事呢，神都欢喜，所以我们可以开心快活的。那单是用律法来到吩咐人遵从神是怎样呢？你要爱神超过一切，你要每日祈祷读经，你要悔改离开神，离开罪，对不起，我讲错了，你要悔改离开罪，你要结果子，你不要停止聚会，你要在人面前有好见证，你要传福音。如果日日都是这样讲，只是传道只是这样讲，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，你没有做什么你没有做什么，你快点去做。好像信耶稣之后就是做苦工，但反而我们可以说，你做任何一样神都欢喜，神好开心的，因为神好怜悯那些人，他好想他们得到福气。当你有神的心，神就喜悦你，神一定会提升你的生命。这些就是用应许来到鼓励他了。用另外就是律法来批判，即是除了吩咐就批判，你祈祷不够投入，所以神不听你祈祷，你要悔改很长时间神官先接纳你，其实圣经没有这样讲的。那个税吏去到圣殿那里，他只是抌心口求神开恩可怜他，神就喜悦他。那当然我们是要真心悔改，真心说罪是可怕的。还有譬如批判人，你少读经所以你不成长了，你不够爱主，不冷不热，你有罪了，所以神不听你祈祷了，你做得不好了，你第日做乞衣的了。即系呢啲咧，都系批判性。嗱，批判性有冇有时需要咧？有，不过我哋真系好需要嗰人，我哋劝导佢，始终都唔悔改。我哋就话俾佢听：你一路行呢条路系神唔中意噶，神可以审判你系好严重噶。即系我可以用柔和嘅方法讲出好沉重嘅信息噶，系可以失去救恩，可以去到地狱噶。是很惨的，即是我们心里是柔和的，虽然讲出一些审判的说话都是柔和的，个目的是想他悔改，他真心悔改神就欢喜了。好了，耶稣应许祝福来到激励我们去亲近他，譬如说常在我里面，我就常在你里面， 你就多结果子，这个就是应许了，我就会叫你多结果子了，就激励他亲近神。所以我们鼓励人亲近神，你的生命就流露出果子的了，你的生命就流露出平安喜乐，就有神的生命的了，你越多亲近神就越流露出神的生命。所以耶稣是用那个果子来到激励人去，那个声音有没有继续？我怕那个电 OK 是吧，因为 我怕那个电会低了，你留意一下 OK。 那后面有警告的，如果不上在里面，就好像枝子丢在外面，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，是有这个警告。不过主要的就是说，你亲近神，我一定亲近你，你一定会结果子的。但是也都有提醒的，我们需要去提醒的。是不是那个声音没了？
佢個聲音你見到佢喐下喐下嘅個聲音嗰度啊。OK， 好。咁咧嗱，呢度我就係講出不同嘅點嚇。喺呢度喺你嘅書嗰度係冇咁樣放埋一齊嘅。神用佢對我哋嘅愛嚟到激勵我哋，唔好擔心懼怕，同埋放心去禱告。五個麻將唔係賣兩分銀子嗎？喺神面前一個也都不忘記，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被數過了，不要懼怕，你們比許多麻雀還貴重。這個經文呢，我真的很喜歡。耶穌鼓勵我們不要擔心，不要憂慮，祂不是說你不要擔心，沒用的，擔心沒用的，祂不是這樣說。祂說你看麻雀，神隻隻都會記得。其實我在想，世界几多麻雀啊？我去到边度宣教都有麻雀嘅，度度都有麻雀，多得几紧要？点解神咁得闲要关心麻雀呢？我都唔知点解，就系冇乜原因，就系因为佢系爱，佢就系关心麻雀。咁关心麻雀都会关心麻鹰啦，关心呢啲 pelican 啦 ，pelican 啊咩红冠系咪咩？咁咧？同埋咁多人啊，个个都关心。点解神系咁咧？因为神第一佢有能力咁做，而佢真系佢个本质系爱啊，佢不能不爱。所以当我哋谂到神嗰种本质，佢嗰种爱咧，嗰种关心系全世界都冇嘅，全世界冇人好似神咁充满爱嘅。就话佢会关心到麻雀，佢更加会关心我哋。耶稣用这样的方法来鼓励人，不要担心，因为神会照顾你。有一首诗歌我很喜欢的，有时候我自己唱在那里唱，因为我想着神都关心那些雀仔。 那首歌就不是用麻雀，它用飞雁，我想你听过。天边飞雁不惊不收，我父仍将它保守啊，真係好好啊！就係神都會睇住每一隻麻雀、每一隻雀仔、每一隻動物，全部都睇住，亦都睇住我啲頭髮。雖然頭髮少咗，不過唔緊要，將來喺天堂會生翻曬出嚟。其實我啲頭髮有嘅，不過好幼啫嘛。不過唔緊要，喺神嘅愛中，即係話總係知道。神爱所有的生物，那这个就是耶稣用这个方法激励我们不要担心。你留意圣经，圣经是用很多恩典来激励我们去遵从祂的。你们不要效法祂们，祂们以为用很多重复话就必先蒙垂听，因为你所需用的你的父早已知道。这里看到什么神的属性呢？祂知道了我们个个的需要，祂是全知，但祂知道不是八卦，他知道是想帮我们，所以他一定会定义祝福，而先求神的国和祂的义，这一切就加给我们。爱祂的，祂就为你预备人心未曾想到的东西，即祂知道是为了祝福我们，所以我们可以放心。所以祈祷不用说，神啊，我又要钱，我要结婚，我要生仔，我要侍奉，我要多些带多些人信耶稣。你不用数给神听，神已经知道了。我们用多些时间爱神，同埋相信神爱你咧，你会更加经历到神嘅祝福。其实我自己祈祷，我好少为自己祈祷，我多啲系爱神啦、亲近神啦，同埋我会话神啊，你为我开路，带领我点样去祝福更多人，为我开路。我只系想去荣耀你，我只系关心天国嘅事，我唔系关心我自己嘅事。咁所以呢度咧就系、哇，神一早知道晒，神用恩典激励我哋爱同埋遵从佢。因为神为爱他的人预备，你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来到激励我们，你爱我真是最好最好的。你先求神的国和祂的义，这一切要加给你，你关心神的国度。先求神的国两个意思，一个就是带些人信耶稣，为人祷告叫他得救，第二神在哪里作王，那里就是他的国。有些教堂神没有作王的，那些人不听话，那些人只是关心俗世的事，只是走在一起吃饭玩，有些是这样的教堂。我们希望他们更新改变，这样的时候神在这个教堂的地位是很低。但是如果神在你的教堂的地位很高，在你
你的家很高，在你的心很高，你就是先求神的国。这样的时候呢，同埋追求神的义，就是遵从神的义，这一切就加给我们了。所以神去鼓励我们关心神的天国，就说我会将这一切给你。有人说耶稣啊，与养生你和与养你那个有福，耶稣说是啊，但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。你听神的话遵守的是有福的，以耶和华为乐，神就叫他承架在地的高处。所以这里全部都是鼓励我们怎样去遵从神，而遵从神的时候，神是带着应许的。那记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这个经文很特别的。万事无论你顺境逆境，被人糟质，被人伤害，被人利用，被人出卖，都对我们有益处。那怎可能呢？就是说顺境神做工叫我们得益处，逆境神做工，怎样可以得呢？有很多人就是被人伤害之后他反而得到医治。如果你的英文好呢，你喜欢可以参加我有一个群组，你说话给我听，我加你来，我就会将一些影片，因为我有时上 YouTube 就会看到影片，真的很好的。那些人有些见证呢，是中文比较少的见啊，我刚今天传了两个，哇，真的好到不得了。我现在不用时间讲了，总之呢，有些人经历神真的很厉害很厉害，神的作为很大很大，是给我们很大的激励，就是他很大的困难，很大的困难，但是神会在个困难之中去提升他，祝福他，怜悯他。那这个看到神什么属性呢？他掌管一切的事，几困难都好，神都掌管了。神并且可以在困难中做伟大的事，那些爱他的人呢，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，不是所有基督徒。为什么不是所有基督徒呢？那些基督徒经常吵架，他是不会万事都互相效力的，他离婚对他没什么益处的，他吵架以致离婚没益处。但一个爱主的人，他就算被人伤害，会令到他更加蒙住耶稣，更加不依靠人，更加依靠神，他的生命提升。所以这个给我们看到神的掌权，和神会纪念每一个人的。神用应许来激励我们跟从他。咁咧就彼得，佢话耶稣啊离开我啦，主啊离开我，因为佢见到耶稣一叫佢撒网去右边就捉咗好多鱼啦。但耶稣话不要怕，嗱呢个就系回应佢嘅感觉，唔使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嗱呢个就系应许，你跟从我，你从今以后要得人了。所以我们鼓励人跟从神，你会得人的，你会得到人，你会更新人的灵命，你会提升人的灵命，神会喜悦你的，神会祝福你的。只要我们行晒神的路，行晒神的路是什么呢？首先看到神的爱，活在神的爱中，被神的爱激励，去遵从神的吩咐，去多亲近神，你自然的生命就会流露出恩典的。这个我是用不同的主题，有不同的经文，神用赦罪和接纳来到激励我们祝福人。彼得正要否认耶稣那一晚，耶稣跟他说话，撒旦想要西利门，好像西麦子一样。但是他跟着说到，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，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。他知道彼得将要否认他，但他说我首先第一个反应，他不是说彼得你今晚会否认我，你有没有搞错，你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呢？耶稣不是这样跟他说，他说我已经为你祈祷，我知道之后我为你祈祷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，你回转头你就坚固你的弟兄。所以他这里是用赦罪和接纳来到激励他去回到神面前，并且被神使用。耶稣用应许来到激励我们有信心。我现在讲这些，我希望大家入了心，以后你激励自己和激励人，譬如祈祷，你激励自己祈祷，神会很喜欢的，神会回应我，神会祝福我，会加力给我，这样来到激励自己。我们激励自己看圣经，圣经很多应许的，神那些应许很宝贵的应许在里面的，当我跟着应许行一定得福的。是一个很奇妙的计划，每一即是我们每一样的动作，我们全福音神是很喜欢的，一定会喜悦，也都会透过我们祝福人，也都是会纪念我所做的一切。
每一样我哋做嘅嘢都系用恩典去推动。耶稣指责门徒冇信心，但系跟住佢即刻俾盼望俾佢哋。佢话你有信心，仲有一粒芥菜种可以移山，即系佢唔系话你哋都冇用啊！你哋成日都唔信，佢即刻话俾佢哋听：你只要信，凡事都能。所以呢个咧就系耶稣嗰种特质啊，圣经嘅特质。嗱，旧约都一样，唔好以为旧约咧，有啲人以为旧约咧就系律法。其实旧约喺俾十诫之前都讲到，点样我从以色列为奴之家领你出嚟，我点样爱你哋。佢就算指责以色列人，佢即刻话何必死亡呢？你回到我那里你有生命。大卫是看到神的爱，讲到神的爱是永远长存。他说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者人是有福的，时时称颂神。其实神在旧约和新约都是怜悯，都是恩典的。在旧约里面有很多警告的说话，因为以色列人不犯，他们不听神，犯罪，所以以致他们带来很多问题。作为我们的警戒，但是当他们悔改，神是说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，我永远想祝福你的。神用他喜悦和奇妙计划来到鼓励我们将生命献上。罗马书十二章一节鼓励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心意更新而变化。跟着得到什么？察验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，一个很良善的、纯全的、完美的、可喜悦的，就是神喜欢我，人又喜欢的计划。你将身体献上，你就会入到这个计划的了。有很多人对于神的计划很负面的。我曾经听过有人这样说，我们祈祷希望他医好，都可能都不得的了，都是神的旨意成就了。即是神的旨意成就就是死了，就是神的旨意成就。我就觉得，如果一个人走神的路，由他年轻一路走，他一生都蒙福的。神的计划好过任何人的计划，好过任何父母为他的子女预备学校，怎样为他预备，一切都不及神。因为神会真的帮我们走到这条路，即是说我们走这条路是完美的，即是说不会有错。那有些人说怎会没有错呢？在神里面没有错，我们会走错，但神又会拉回我们走回对。只要我们听话，我们会走得越来越近一个完美的计划，这个不错的计划。只要你听神的话，在每一件事都寻求神的心意，那你的决定就会接近完美了，越来越少犯错。神的尊重和赏赐激励我们祝福别人和侍奉神。如果给一杯凉水，不能不得赏赐。这里讲到有人服侍耶稣就要跟从我了，我在哪里服侍我，人也要在哪里。这些是律法来的，你要跟从我，你服侍我，你跟从我，你要跟我一起。但跟着说，服侍我的人，我父必尊重他。天父尊重你，他一定看重你，他一定会祝福你，一定会提升你。大家以后看圣经，你试试找一下这些应许和恩典。那你讲信息的时候，人就会原来行神的路这么好。你都可以分享，真的很好的，真的很多好东西给你的。神用他的权柄和同在来激励我们遵从大使命。天上地下所有权柄给我了，所有权柄给我，所以我给你们，你有权柄的。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，去吩咐人遵从耶稣所吩咐的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，我就时时同你一起。你传福音，神就同你一起。有些人有些错误的教导，你成日传福音，成日赶鬼，魔鬼攻击你的，我都不知道那个教导从哪里来的。你成日听神话，神就与你同在，怎会有魔鬼攻击呢？攻击是因为人犯罪，不是因为人听神的话。有些人就以为你赶邪灵呢，魔鬼就攻击你，这个是错的。有罪有破口，魔鬼就会攻击。攻击不是因为我们遵从神，但有些人就讲到你去赶鬼，你去宣教就会攻击的了，这个是错误的，就是令到人很害怕。但是我虽然讲那么多恩典，我不是讲完全圣经，我讲的部分，依然圣经里面是有律法吩咐我们的，是有律法的。
但这个不应该是主要的动力。譬如说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。这个38年病患的人，那他可以什么厉害呢？再病回啦，或者邪灵搅扰他啦，家庭更加多问题啦，即可能更多的事发生啦。顺着情欲杀种，必从情欲收败坏，一定会有败坏。你想想那些人发脾气啦，伤害人啦，同人关系不好，他一定他的收场是不好的。但我们会见到有些基督徒呢，他一路成长是越来越丰富的，越来越丰盛，他的婚姻是好的，家庭是好的，人际关系是好的，侍奉是好的，喜乐平安的。但我们都同时见到一些基督徒孤单，没有朋友，因为他不懂得关心人，所以他没有朋友，他好像即是经常都是情绪化，是一个负面的情绪。这些这样的情况呢，轻松得胜第二部分可以帮助的，因为很多人不知道这些是破坏，所以他顺着情欲，情欲可以是情绪的，顺着情欲活着，他就从情欲收败坏。好了，和下面都是一个警告来的，你这不做在我这个弟兄的最小的身上，就是不做在我身上，这人往永刑，这个是一个警告来的。但我们不应该说我不传福音我就落去进入永刑，这个不应该是我们的主要的动力，只是一个提醒。基督徒是个个都应该侍奉的，侍奉，因为耶稣讲得很清楚，你没有做在弟兄身上，你就没有做在我身上，就进入永刑的。所以是圣经是有讲到我们是需要遵从，所以是必须的，不过是恩典推动我们，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，是信耶稣得救，但是信耶稣必定有生命的改变的。那激励性的话是什么激励性的话呢？这里讲有些是 人对人讲的，我看重你，我爱你，这个是人的恩典的说话，我欣赏你的努力，我非常好，你很宝贵的，你想成为伟大的人，你觉得怎样可以成为伟大的人，这个是我们对人讲恩典的说话，即是人都有人的恩典的。你都可以说耶稣好爱你，他想大大祝福提升你的生命，你亲近他，他就欢喜了，你爱他和尊重他，他就好喜悦和会大大祝福。这里将神的那些恩典的说话讲出来了。激励人这一点我们要分清什么叫激励人。有些人会这样说，你试试激励他，他说你祈祷一祷吧，祈祷一祷是吩咐，不是激励。这里你叫祈祷一祷不错的，不是错的，这件事不是错。不过如果你成日都说你要祈祷一祷，看多些圣经，你传多些福音，你遵从神离开罪，只是讲这些就变成全部都是责任。激励人不是告诉你你要专心爱主，多些祈祷，遵从神，将生命献上，这些是指示，或者下面是指责，你没有悔改，你没有爱主，你没有遵从神，你没有委身，这些是指责。激励人是什么？神好爱你，他好珍惜你，你好宝贵的，神想大大祝福你，提升你，你悔改整个天堂都欢喜的，你真心祷告，神一定照他的方法祝福你的，当你爱神，神就为你预备奇妙的恩典。这些就是激励。激励是告诉他，好像耶稣那样应许的，一些祝福的应许，神恩典的应许。律法说话都要讲的，就怎样讲法呢？怎样讲法呢？柔和的，有 几类、啊、探讨和引导。譬如你跟人讲，我们怎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？我们关系怎样可以改善啊？你想不想我们更好的沟通啊？或者要讲到神的事，你想跟神建立更好的关系啊？你觉得怎样可以更加爱主啊？有什么难阻爱主呢？怎样可以处理呢？这个是探讨和引导，即是说英文就 explore， 即好似去揾下睇下有咩方法。引导就 guide， 即你知道个方法，你引导佢去教导咧。我哋咁样沟通系咪会更加好啊？唔反复思想负面嘅话，系咪会更好？嗱，教导都有强烈同埋柔和嘅。譬如话啊，你咁样样关心人非常好喎、啊，嗱，你继续关心人非常好喎、啊，咁呢个系柔和嘅。咁咧有啲强硬嘅。你还不快点去爱人，还不快点去传福音，这样这些是比较强硬的。吩咐你帮我洗碗好不好啊？我们一起做清洁工作好不好啊？这些是柔和的。强烈的就是你还不去洗碗，快点去洗吧。其实我们
是需要叫人做事的。个问题是怎样叫法？如果你和你的太太丈夫都是成日都说快点快点快点，这样的时候他成日都觉得压力指责。这个是柔和的，你这样迟到有没有想过会带来什么后果啊？你觉得你这样讲话会给人什么感觉啊？即是用引导，用问题的方法。这个呢是家庭关系很重要的锁匙。不要只是叫人做什么，不要只是说人怎么错，而是柔和，讲律法说话可以柔和的。